那个没有。哪个？哎呀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看过看过，47分钟哎，哎呦，我好爱慕那个男主角，真聪明。47分钟，光阴去了，挺短长的啦。看我，江博74天，台北旧金山指挥10小时内。你，少臭美了，我看你了不起，美洲豹一只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美洲豹 American Cougar 爆发力强，可惜只有3分钟。不要胡说八道，不要胡说八道。哎呀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。哎，听说刚从大陆回来。是啊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给大家说一说听听啊？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男女交往啊，在一起甜甜蜜蜜恩恩爱爱是理所当然，但是呢偶尔拌拌嘴打打情骂骂俏也是在所难免。哎，好说。这大陆的女孩子呢怎么样跟他们的男孩子打情骂俏，这各地是不同，你有听说吗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说来听听看好不好？ No， 上海人安拉雅斯诺。不咋不咋不咋。湖南人呢？我用辣椒辣死你。蒙古的？我用丝巾勒死你。不对吧？那应该是别什么。蒙古呢？我用马奶泡死你。泡死他妈好爽啊。我要丝巾勒死你。这下这是哪里的？新疆。哎呦，我得赶快回家，老婆丝巾收起来，否则我要告诉你。哎，别怕别怕，回来回来，咱们来点好听的杭州话。我揉死你。哎呀，我麻死了。你不听话，俺用泡菜淹了你。这又是哪儿啊？四川，不过讲得不太好。春梅 啊，这哪是打情骂俏啊，我看是高手过招啊，你干脆闭着眼算嘛。这有啊，这个正有此意呢。今天呢我们这个应该有4个人。哎，说的是啊。怎么只有我们2个人呢？哎，人两个人呢？人呢？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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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来了吗？哎，刚下飞机啊，就是赶着到南湾歌友会来参加年会，哎，差点还吃了 KK 的。哎呦，平安回来就好了，没关系的。我说这次我们到了大陆啊，不仅游遍了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，我们还吃遍了各地的美食佳肴哦。哦，杨毅，哎，你好像有给他花火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到了四川，三餐不是麻辣火锅、麻辣肚丝、麻辣鹅掌，就是一箱茄子、红油抄手、豆瓣鱼。我宵夜我还吃麻辣臭豆腐，辣得我白米饭猛吃。你说我都不胖吗？我舌头都发麻，听着吧。老爷，那你上海人？这上海、杭州有啥好吃的？哎呀，这上海啊，这个味道多了。哎呦，那大家听了啊，好、啊，都说外边死，都说米毛死啊，米毛死，熏蒸鸡、炝下黄泥路啊，东坡肉、西湖春、南阳小笼包，苞米大炕啊，都啊，汤王卤，这个小绍兴白斩鸡，还有海菜锅、牛家骨、豆皮村的鸡鸡骨，搞到大连古叶骨的上那个焦鸡骨。哦，一到六老虎叮叮咚咚大锅骨啊，他叽里咕噜的说些啥呀，我都听不懂啊。我听了半天，听了一天叽里咕噜满肚子。我也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。张老板，你老北方人，北方有啥好吃的？哎，那咱北方嘛，哎，单纯多了。各位北方人士您听着，咱有葱油饼、荷叶饼、酱肉烧饼、稻面炸酱面、涮羊白肉、北京挂炉烤鸭，还有那天津狗都不理的好啊。好哦。春梅啊，什么样子？你们这样讲了一大堆吃的，我就好怀念咱们以前在台湾，最喜欢下了课
到夜市去吃。蚵仔煎、蚵仔面线、甜土土蛋，啊，泡米饭，拿新竹贡丸四神汤，啊，煮雪糕，当阿兵讲臭豆腐，再来一碗清凉。